在他的精神世界里，应该一直觉得在跟自己的偶像谈恋爱，谈到最后他自己已经分不清虚实了。你说的是妄想症。如果这我最后重申一遍，我们没有交往过。我就是跟他在一起过，就不是孩子吧。你们还一起养了一只狗叫331，他之前还跟我说周然养了只狗也叫331，照着他名字起的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们还一起给他跟他写下331的家。你去哪儿了？就是想去告诉他我没有疯。可是我对他太好了，我真的有那么不堪，真的全世界的人都讨厌我。但其实我对他好，仅仅只是因为他是我后援会的元老粉丝而已。我要牵着你的手，告诉全世界，我爱你。居然是跟你拉近了，你为什么要跑远？一切都是我幻想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弹钢琴的时候，简直在发光。我就这样梦醒他，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出道路上。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他不会为你放弃事业，我幻想了关于他的一切，然后我就要放弃谋杀死我自己。